起来上手，第二在我们单位特别受重视，你们单位废铁收购站有专门收购剩饭的，就是剩饭的，当然了，就因为我剩饭啊，我们新来的同事提拔我为一个办公室的主任，什么办的好债办要账怎么了？哎，小子，这个人素质好吗？什么意思？哎，他还记着呢，这是男人都听了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知道现在要账男人哦，我有这么一句话，怎么说的呀？说欠账的是女人哦，要账的是妇女。对，就你们几个人，还得要来账。曹仁，我这会儿谁把你气门杀拔了？这怎么说话呢？怎么还直撒气呀？你不管怎么说，要账就是难。一般人要账难，换我们讨债办的几个人就不难。那你那几个人都有谁？没说陈姓范吧？陈姓范，主任我范伟，副主任范瑶，男科员范定，女科员谁？范静。你瞧这名儿，这别看名儿不怎么样，个个起得非常贴切。怎么贴切？老先生犯病，50来岁干不了头，五瘦如柴黑的地毯，不敢大声咳嗽，就大声咳嗽，能把自己滚一跟头。这也太弱了，这怎么叫犯病了？那犯病什么样？30多岁小媳妇儿头，花枝招展，民族面膜。别的甭说，他要是跟你犯起病来，怎么样？能把你变得头皮发炸。我是你那么没心情吗？不相信？当然了。哎呦，我说不开嘴了，这不是相声演员何老师吗？您叫我老师儿，我的爸爸最喜欢你说的相声了，用语言表达就可以了。是不是前几天我还唱了一段相声呢？看完怎么样？哎呀妈，把我揍的半夜是直接不叫了。哎呦，深更半夜的我还有相声？哎呀，看你其实也挺幽默，该死的你真坏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富士山，我是老来高的。
行也不以了。这什么话呀？还是什么都多假的不要吗？哎，你这不是抬杠吗？这犯病怎么一定跟他抬杠？他太热，晚上跑村里回家，干嘛？这不需要账的事儿，然后咔咔就一坐，开心。